欢迎收看百合闻香而来，今天就由我舅舅来为大家介绍北非摩洛哥穿越皇城文化遗产撒哈拉沙漠十五天之旅的行程。那这支行程也荣获第十一届国际金旅奖金奖的品质认证。在航空公司的安排，我们选择了阿联酋航空经杜拜转机飞往卡萨布兰加。在摩洛哥的行程当中，我们也全程安排中文的导览服务，并提供每人一台导览耳机。行程内容包含了摩洛哥九大世界文化遗产，并走访了四大皇城，包含白城拉巴特、黑城梅克涅斯、蓝城菲斯跟红城的马拉克什。那最主要的亮点来喽，就是我们在撒哈拉沙漠当中住宿了两天一夜。那我们包含的行程有骑骆驼看日落、四轮传动的吉普车进到沙漠，跟顶级的帐篷住宿一晚，还有包含另外一个晚上是安排的是土堡饭店。所以实际上面讲起来的话呢，是三天两夜。班机抵达摩洛哥第一大城市卡萨布兰加之后，我们直接前往摩洛哥的首都拉巴特。在拉巴特这边，我们参观了穆罕默德六世现任的皇宫，还有我们拉巴特著名的地标哈山纪念塔，在它的周围穆罕默德五世陵寝，我们也是有入内参观的哦。而在这个路口来说的话呢，我们也有机会能看到驻守的皇家骑兵队。上午抵达乌达尔城堡，这是拉巴特最古老的遗迹遗址。中午抵达充满艺术风情万种的阿希拉小镇，接续来到斯帕帕尔角，在这里呢是摩洛哥最北处，也是地中海跟大西洋的分界点。悬崖中有可以看到白色灯塔，这是200块后面的象征，也是拍照旅人最喜欢的打卡景点。海克力斯洞，这是天然的海石洞，在洞口中可以看到宛如非洲的大陆轮廓。最后抵达坦吉尔，这是位于北非西北角跟欧洲非洲最主要的相界点。抵达之后呢，带你走访老城区、城墙跟传统市集。上午来到摩洛哥九大世界文化遗产当中的德图安老城，这是位于北非最主要的一个老城遗址。在这里参观完之后，我们享受在地传统料理巴斯蒂亚派。下午呢，我们前往摩洛哥东部，也是最受拍照者喜爱的一个城市，名字叫做蓝色山城肖安。在这边呢，你可以看到红瓦白墙跟一片蓝色的风情。老城区以乌塔马哈广场呢为中心，四周围绕着纪念品商店呢，跟阿拉伯式的一些餐厅跟水烟馆或是咖啡厅。这边来说的话，非常适合您徒步导览旅游。特别来讲，我们在肖安山城当中是住宿一个晚上，让大家有充裕的时间可以做导览跟观光。佛鲁比斯有着保存最完整的罗马遗迹，也是列入了世界文化遗产当中。在这边呢，我们参观了奥菲兹之家、罗马神殿跟凯旋门。接着来到摩洛哥四大皇城当中的梅克涅斯，这是在四大皇城当中最新的一个老城区。那在这里呢，我们参观以胜利凯旋意式而来的曼索尔城门。来趟徒步之旅吧，今天带您参观菲斯古城，这是世界文化遗产，也是摩洛哥四大皇城当中的城市。它的背景非常悠久，将近历时800多年，一直保留到现在，被整个全球评为最浪漫的十大城市之一，也是摩洛哥来说最古老的王都。城市内呢，保有最完整的伊斯兰的风貌，所以我们今天一整天会带您徒步参观导览。导览的范围呢，包含了苏丹皇宫。这里的皇宫有别于其他的皇城来讲，它的大门最别具特色，金碧辉煌。其中呢，进到了古城区，我们会参观历史悠久的凯洛因大学跟波伊纳尼亚神学院，并走到菲斯喷泉。这里最独特的呢，就是还有保留它古老的技术菲斯染缸的皮革制作工厂。在这老城区当中，我们安排了传统料理，是著名的 couscous 跟哈里拉浓汤。
车程来到了亚特拉斯山，在山中有一个最著名的小镇以弗兰，这是摩洛哥的度假胜地。除了感受它与其他城市截然不同的欧式风情，文化风俗冲击之下的景色更是迷人有致。我们在厄夫稍作停留，这里是进入撒哈拉沙漠最后的一个补给站，也是撒哈拉沙漠的一个门户。途中呢，还会参观化石工厂及化石开采地。今天安排特色料理米德特鳟鱼餐。在沙漠为什么会有鳟鱼可以吃？这是因为用亚特拉斯山的山泉水所豢养的，所以肉质是非常鲜嫩。美如卡体验撒哈拉沙漠帐篷之旅，这是我们行程当中最大最大的亮点。因为呢，我们即将搭乘四轮传动吉普车进入到谢比沙海。这个沙海呢是在外围所看不到的，我们就展开了沙漠之旅。其中我们抵达了伯伯人家绿洲，并造访了黑奴村，聆听吉纳瓦音乐。在傍晚的时候呢，我们将骑乘骆驼进入在沙丘当中，我在夕阳的相伴之下呢，可以拍摄到美丽的照片。那在晚上我们入住了顶级露营帐篷，那露营帐篷之外会升起冉冉的萤火，并搭配我们的日夜星辰，就一起帮你入睡咯。一早呢，享受了独特的撒哈拉沙漠的日出之后呢，我们即将搭车离开沙漠之后，我们会行经一条公路叫做千宝之路。在进入千宝之路的途中呢，我会停留一个峡谷物叫做托德拉峡谷，就是整个摩洛哥来说的话是最壮丽的峡谷，你会感受到有别于在沙漠当中炎热的感觉。最后晚上呢，抵达了瓦尔扎扎特，就是摩洛哥号称好莱坞的地方，并吸引许多的电影导演来这边拍摄取景。瓦尔扎扎特又称摩莱坞，在这边呢，我们会参观一个景点，叫做亚特拉斯制片厂，别人都是在外面拍照的哦，我们有入内参观的安排哦。最后呢，也会来到了阿班哈杜城寨，著名的《冰与火之歌》是在这边取景的，当然还有其他电影大作也是在这边一同拍摄。中午过后呢，我们即将再次穿越亚特拉斯山，前往南方的大城市，也是四大皇城当中的马拉喀什。有别于其他古老城市来说的话，它充满了人文的特色，因为他们在地有一个著名的德吉玛广场，所以在这边我们安排了传统的摩洛哥舞蹈表演，并在这边享受在地的摩洛哥佳肴。马拉喀什呢，我们住宿两个晚上，有一整天的古城导览活动。今天呢，行程非常非常丰富，全天在马拉喀什的古城当中。那也因为呢，城区内的建筑大多都是呈现红色的哦，所以我们才会称呼它为红城哦。那传统上面来说，会参观像是巴希亚宫殿，或是库杜皮亚清真寺。那当然，这两个景点我们都有参观的。但另外呢，比较特别的是，我们有安排了另外一个门票景点，就是马丘黑花园哦。那园中来说，引进了世界各地的植物，最抢眼的就是坐落在它花园当中，外墙涂满所谓的马丘黑蓝的一个别墅。那比较有名的原因来说的话，就是 YSL 这个圣罗兰的一个基金会组织一直在把它保护保存，一直到现在哦。那另外呢，中午我们安排了一个厨艺教室，就是在吃了这么多天的塔青锅料理之后呢，我们要如何呢去把这样技艺可以带回家，去介绍给朋友。所以在今天我们安排的厨艺教室，在专任的厨艺老师的引领之下呢，亲手完成了一个美味的塔青锅料理。今天的料理是非常好吃的，因为就是出自于自己的手，所以是不能嫌弃的。那在下午的时间点，我们安排了马车，就是可以游览整个旧城市区。最主要的晚上体验他们人情风俗的文化，我在德吉玛广场这里，我们可以感受到他们的像是
夜市的摆摊啊，或是像遛老鹰的啊，或是说书人啊，甚至于像是有羊头啊、瓜牛汤啊、街头抓小的人，哦，这边呢是非常非常引人入胜的哦。这天将前往世界文化遗产小镇伊萨维拉，有别于一般市场上面的安排，我们有足够的时间能在这个小镇体会到一种悠闲的步调。在这个城市当中，麦地那的建筑，麦地那的意思呢就是老城区的意思，充满了蓝色与白色的调调氛围，让人呢仿佛又置身在地中海的度假小岛当中哦。那前往伊萨维拉的过程当中，我们会带您去了解一下阿甘油的制作过程，这个又称为黄金液体。另外呢，我们会安排龙虾特餐，在这边品尝海鲜料理。世界文化遗产小镇杰迪达，这个是昔日葡萄牙人的殖民地，除了拥有丰富的历史背景之外呢，它其中著名的就是还有海产资源。在这边我们特别品尝当地新鲜的北美生蚝，除了生蚝之外呢，就是我们称呼的痛风餐哦，里面还有像是蜘蛛蟹啊，或是像海胆之类的哦。接着呢，我们返回卡萨布兰加，经典的老片《北非谍影》让这个城市呢声名大噪，所以呢在这边晚餐特别安排我们电影场景中的瑞克咖啡用餐。这天我们造访联合广场，这是位于卡萨布兰加的市中心，有许多的公部门及机构呢都是围绕这个广场而兴建。再来我们要前往最大最大的一个亮点，就是哈山二世清真寺。这个哈山二世清真寺呢是北非最大的清真寺，如皇宫般的气势磅礴，也是在世界来说的话是第三大的清真寺。参观完后，我们就前往机场，带着这些美好的回忆呢，返回台湾哦。那对于百合旅行社摩洛哥15天有兴趣的贵宾呢，也欢迎来电，由我们的业务专员来为你们做服务。